首席生活，通往药居殿堂。精致手工，细腻雕琢，陈旧尊贵典雅的荣耀气势。欣赏每一个角度，每一道刻度，不断超越自我，追求完美的亚历山卓家具集团，是您打造层峰玉藏的卓越选择。一个人的过去会成就他的未来。在中国建立亚历山卓家具集团的萧金聪，逐步壮大一手创建的家具王国。由于家中从事油漆事业，在家族事业中学习，当他看着每件家具如艺术品般精心彩绘时，那种从平凡到耀眼的转变深深打动了萧金聪，也让他更勤于学习涂装和漆料调配的技术。而涂装是家具制造的重要步骤，也是家具能否展现出细腻质感的关键之臣。一个伟大的企业往往有着动人的传奇经历。荣耀传世家具，传承百年工艺，传世之作，早在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刹那，已决定内涵的价值与高度。有如米开朗基罗与西斯廷教堂的相遇，永恒传世的工艺极品，也是传家的极致美学。尊荣艺术般的质地，刻画出品味的深度涵养。亚历山卓家具集团坚持贵族顶级生活，回家就是一场皇室风族的感官飨宴。经典名宅，品味贵族，尽在亚历山卓。Alexandria